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，所以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差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差上帝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三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。四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尤其是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，贪婪就是拜敬偶像一样。六，因这些事，上帝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。七，当你们在这些事中发作的时候，也曾这样行过。八，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，以及恼恨、愤怒、恶毒、诽谤，并求众污秽的人意。九，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你们已经脱去欺人和欺人的行为。十，传送有善人，这善人在知识上渐渐更善，真如初他主的形象。一，在朝边拨盘起的年年犹太人属国里的，美属国里的巴埃人，是高田人为奴的，始祖的为要基督是包括一切要出差国人之内。第十二，你们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臣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卑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第三，倘若这人与那人有三舌，仲要彼此包容、彼此饶恕，就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第四，在这一切之外，要存着爱心，爱心就是联络全的的。十五，要有教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，你们也要彼此蒙召归于一体，且要存感恩的心。第十六，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交托，互相谦卑心脾恩感，歌颂上帝。十七，无论做什么，不说话、不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上帝。第八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。第九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不可苦待他们。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妻子，不可苦待他们。二十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，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二二，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不要只在人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仲要存心诚实敬畏主。二十三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何尝是给主作的，不是给人作的。二十四，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赐纪念为丧事，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。二十五，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，偏不偏待人。Hallelujah.